啊，陈医师，过来。杨伦，下去。 美国政府坦白讲，即马是互咱逼到吼，已经无法度啊。
变到讲含迄最高法院的时阵啊，本来最高法院伊的规定是三十天内底，你国务院会当提出抗辩。结果啊，八号咱送入去，过无一礼拜啊，伊马上宣布讲放弃答辩。啊，我得到的消息是讲，美国国务院内底讲啊，哟，我搁写迄个电哦，台湾真正的地位哦会走出来。伊伫拖啊，其实吼，免拖，我搁甲逼落，伊就倒啊。我免哪逼，即摆有几个单位你看咱联络，你知毋知？有美国国务院，有美国国防部，有美国的 CIA 中央情报局，啊，搁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部。和 AIT 啊，伊政治组的组长都甲我联络三摆，我拢袂甲伊见面。你啥物仔袂甲伊见面？因为迄当阵拄仔咧告诉，告美国律师甲我警告，哎、欸，你是原告呢 ，AIT 是被告呢，原告甲被告若要见面，爱有律师在，啊，若无这个案件输消去。有我有惊到，我、oh, 讲 no， 啊，怎变做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为美国千里迢迢一来甲我见面？头一摆见面的时阵，我还要倒去，是风台天。我讲飞机不是拢无飞吗？因为我不是坐民航机的，伊是坐运机。我无甲问讲。诶、欸，啊！你变啊证明讲你就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？你拢问这个真好咧。凊彩一人甲你讲话，你就讲啊，我是国家安全会议代表，你敢要相信？当然我爱相信啊。你讲吼安尼啦，我提起四个人的人名给你，你去甲问看卖。这四个人名就是第一个国家秘书，第二个。丹东山第三个，吴坤浩第四个，谢夏永模。啊，这四个来，你迄个时阵，我只呾捌两个尔，我只呾捌吴宽敏，含迄个吴坤浩。啊，讲你美国安尼讲，我著去找伊啊。啊，伊吼，阿米塔吉就是美国的前的副国务卿啊。高官面有一遍吼，含伊伫迄个贵宾室内底，两个人对谈，伊全将迄个内容甲我讲，因为伊要证明讲伊是啥物人，所以我将这个代志甲高官面讲，高官面有惊一跳，伊讲我无伫遐内底，啊我来知，恁可见讲伊就是确实是美国的代表。第二个甲我讲，迄个黄坤浩，我嘛去千里迢迢去家己找伊。伊讲有这个代志，但是含我去接触的迄个人，就是有看迄个黄坤浩讲含伊接触的人吼，拢无留电话啦，每一摆都拢爱伊敲电话来。啊，奇怪嘞，迄个人逐摆人讲台湾的内底的代志吼，免过偌久就发生，免过偌久就发生。所以有影，迄个确实有影，美国国务院内底啦。哦，啊，即摆安尼，我搁两个无熟在面嘛，伊就伫迄个国宾部，我邀请因两位丹东三家陈总做伙来食饭。迄个时阵，我才熟在陈总，但是丹东三迄个时阵去做国家安全国安局的秘书长，迄个时阵。第二摆来的时阵，美国的代表甲陈东山讲，请陈东山请我、谢永模，安尼四个人坐一齐。伊问陈东山讲：“诶、欸，啊你中华民国军队你有法度控制啊无？”你知陈东山安怎回答？讲我控制不了。哎、欸，你国安局的秘书长你控制不了？伊过来问讲。
超限站，恁的家己藏在，恁知无？永远不知。夭寿啊！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迄个代表惊一跳呢。哦，我甲你讲，藏在你的办公室头前迄大楼的地下室啊，你会去看？抓你去，甲开四个单位，无这四个单位，你有去看无？你有去视视察无？有没有？啊，只是这四个单位，什么单位？啊，夭寿哦！迄美国才甲讲，这四个单位就是我美军你控制的单位啊。这四个单位其中有三个就是雷达站。本来美国要在台湾装四粒的雷达，三粒是叫你家己所有的中国的广东这个附近的所有的飞机呐起飞，马上知影。第四粒实在是上上个精密啊！你当然因为马英九当选啦，来去装伫里面。所以到今日为止，袂当讲今日，到旧年为止，美国的军队伫台湾差不多800名 ，CIA 有2000名，但是无人知啊。你是可比讲，咱的这个论述来讲，台湾现准是要去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个地，无人相信呢。啊讲，啊我都没有看到美军呐、啊。不要啊，我慢慢看，你敢捌看？你唔捌？拢穿便服啦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最近的代志。大湖迄个所在，即马上最新的 AIT 迄个组织啊，是七月份到八月份，有800名的海军陆战队要进驻。你毋通想讲800名无啥呢？包括有一个中国人叫做袁宏斌，你捌听过？袁宏斌，伊阿妈甲我讲，伊听着惊一跳呢，遐侪是炮击全飞起来呢，讲真诶啊假？有哪真正去八百名的海军陆战队一万，安尼台湾规个改变，我嘛知影改变。你敢知影这个大湖，中华民国的政府租予美国是租偌久？99年，搁再99年两届。全世界美国。你做的99年，搁再99年的两届，敢若有三个所在，一个古巴，关塔那摩湾，第二个普天间基地，第三个大陆。你若小可较巧，你嘛会想讲，安奈这三个，原因是啥？原因是啥？你嘛应该真巧咧，这三个拢绝对是因为战争了后美国占领所做的嘛。你也是古巴是不是？有啊，1898年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1899年签巴黎合约，西班牙将古巴、关岛、菲律宾甲波多黎各划归。第二摆是1952年4月28日，无极端和平条约，琉球交予美国托管，应该是交予联合国托管，啊，联合国才阁交予美国托管，也是战争。但是1972年，齐天茂和尼克森签一个合约，讲日本返还。因为伫波茨坦宣言内底，讲干那四粒岛，日本的四粒岛要予日本保持，其他的拢总无爱予日本搁摕到。哎，这波茨坦宣言，他们讲是违反战争法，
建监法内底有一句话讲啥？占领未使移转主权。所以莫斯科宣言讲，日本战败以后，迄四粒岛会当维持，其他拢爱讲，拢爱去挂挂掉，迄唔对啦。即摆美国家己知影唔对啦。你甲看现主席日本的五个所在，过去的领土拢出代志。第一，南海，就是南沙群岛、西沙群岛；第二个，台湾澎湖；第三个，尖阁群岛，就是钓鱼台；第四个，独岛；第五个，北方四岛。这拢是日本的土地。其实台湾的地位和菲律宾，和这个琉球啊，一模一样。琉球来当天哦，日本。台湾对英国日本的，哎，是啊，爱英国日本，你听清楚哦。钓鱼台、尖阁群岛、中华民国外交部，找我两届。伊讲讲，听讲你对这个钓鱼台非常有研究，请问，你的研究钓鱼台是啥物？两个拢对，钓鱼台是上台湾，是台湾的，啊，台湾是日本的，所以讲钓鱼台上的，日本的。所以我跟我家己讲哦，钓鱼台是台湾的时阵哦，我真欢喜的。我小弟人才听清楚后壁有无？台湾是日本的，啊，是安怎钓鱼台是日本的？日本家己嘛糊里糊涂啦。伊讲1895年1月份，日本政府宣布讲钓鱼台神卡区本岛是归属于日本。一月份啦，隔了无一礼拜，大清帝国虽宣布讲 no， 我不承认。啊，这世界就有争执啦。但是到四月的时阵，甲午战争。1895年4月17日时阵，4月17日《马关条约》人写啥？听讲台湾与其附属群岛割给日本，歹势吼，留迄个钓鱼台就是台湾的附属群岛。你想看卖啊？台湾的附属群岛伊？钓鱼台离开台湾310公里，花莲的边啊，还有一个岛叫做与那国岛，离开台湾110公里，较远的日本的，较近的日本的，较远的台湾的，那安尼，其实你马关条约来写个清清楚楚，所以日本这推阿边的我感觉。我你不要讲错，你就用麻烦条约甲结落啊。所以麻烦条约，你已经挂好人去啊。日本是一切拢照国际法咯。台湾上头的，是日本的殖民地没有错哦。这个大清啊，伊这将台湾挂好日本哦，是足妖秀的做法。你甲变即马现主席的历史甲看卖，地理甲看卖，台湾的西半部啊，确实是属大清的管理；东半部啊，歹势，原住民啊，迄叫后山，迄啥个原住民的呢？唔是恁兜的物件，我挂好人啊！无怪日本入来以后吼，原住民啊激烈抵抗。啊，所以日本用10年的时间来平定，所以真真正正来统一台湾，和台湾有主权，是日本人做。啊，我讲起来，中国讲自古以来，台湾是属中国的，歹势，我讲看法就是，咱过目书啊，伊的册你甲看完了就知，真清楚。
幕府将军的时阵啊，1855年迄个以前啊，日本人老老杂杂都伫台湾咧经营事业啊。你甲看迄个地图，迄个时阵荷兰人的时阵啊，日本村啊、日本村庄啊，的建筑物啊，比中国人的村庄啊，搁较济。那自古以来啊，台湾应该属于日本，但是日本在那个锁国政策那个时候啊，那跩无来啦，啊中国也利用机会，所以台湾这块土地啊，实际上是和日本搁较接近。所以最近一个这个发现以后啊，我甲各位讲，日本人欢喜到要害。哦，日本天皇爱发一个奖章给你，光秀他的秀才，不要发得太早。你用想啊，啊你未记咧旧金山和平条第二条你签咩？伊讲啊 ，Japan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， 我加 S 哦 ，O A L L， 英文咧后边迄个名啊加 S 嘛，复数嘛 ，all right。Title 马布加 S and claim to Formosa， 这句话啊，过去所有国际法的专家拢无伫看，拢讲台湾这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的主权啊，所以台湾人已经甲收起来，台湾人拥有台湾主权，对不对？你讲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拜托，大家拢唔敢讲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是安那唔对。啊，台湾人拥有主权，那有啥物唔对？当然嘛唔对。对，这个主权爱政府人了，唔是台湾人。但是你甲你骗的时阵啊，骗你只台湾人，台湾人拥有台湾主权，笑。台湾的主权是伫台湾人的身躯顶啊，伫台湾的政府啊。真好是，这礼拜，一礼拜啦吼，礼拜，陈良志啊，我刚看伊只是人头一摆讲，讲了嘛无啥感觉哩款，伊讲吼，日本一直到今日为止，并无放弃台湾主权，伊这句话对呢，啊那日本无放弃主权。咱台湾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敢是？人都无放弃，你怎么甲你讲啊？无放弃啊！啊，无到尾就不是放弃什么物件 ？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啊，各位，主权权利啦，主权权利啦，日本敢那放弃主权权利？要不一个物件，一个大家什么物件？义务，有权利就有义务。所以是安怎？美日安保条约包含台湾海峡伫内底，啊，全世界拢对不对？你想全世界人拢看你，哦，你美国边那就安怎？没有那回事啦。所以所有拢是照这个国际法律行的，未顶定，绝对正确。你若要照国际法律来行，咱就照国际法律来行。所以。各位，我非常有自信，咱这个团体嘛，非常有自信，咱一定会成功啦。要成功的以前吼，咱先坐飞机，我才明白。我常拢会做这款代志，一个讲落去吼，啊一个欢喜吼，啊才明白要讲的代志。头一个机啊，你捌无？上届正白飞机头大，啥主席有甲介绍的对不对？第二机啥物机啊？恁知无？哈？你甲看咧美国国旗顶边有一个老鹰有无？你敢捌看？你捌看迄只老鹰你有看无？有无？你捌看无？捌无？你捌你听是我讲，捌看。我甲你讲啦，这只老鹰，你若看讲这只老鹰真遐简单嘞。这只老鹰吼，是美国，你甲注意看，伊每一摆伫美国，伊若咧庆祝什么节什么节，内政部出来。也美国伊切出来，都是一只老鹰啦。但美国政府会当用的啊，这只嘛是无简单的。
啊，我嘛是一直想要买啊，落去去问美国，美国甲我讲，啊，恁台湾都有啊，我讲这台湾有啊，我去问啊，咱遐无咧，伊讲哦，我敢那有，唔知道有汇兑，我来看卖啊，因为即摆我听讲拢走去中国去行赛，啊，落来紧紧的吼，啊，比汇兑买几支啊。后来第三支迄支，第二三支哪个支啊？你啦？日本的这恁办啊吼，啊这人办哦害啦。过来，第过来这支哦，这支不是咱做的，这支上做的。美国国防部甲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，好难的。这支是什么支呢？军事占领，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旗啊，就是前主席。AIT 大使馆美国海军陆战队入面的时候，会升起这支旗啦。九月七八，咱伫美国办酒会时阵啊，伊这支旗甲咱讨一十支啦。咱有好，啊已经提，啊我估计已经挂。过来，这支什么？台湾民政府啦。以前咱叫做啥？台湾平民政府。那是因为英译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因为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哦，所以翻译做台湾民政府。但是呢，美国讲吼，哎，不然就你若较好心的，我美国的军事政府变一面吼，我不会叫美国军事政府嘞，我要叫美国军政府。啊，你嘛爱跟我赶快用五字，所以咱就改做台湾民政府。啊，等于外口就一个人唔知你国甲咱做的吼，创一个什么福尔摩沙平民政府。啊，即摆用咱改过吼，他就讲吼，哎，恁来改啊，恁也是爱国改啊，不是改，是美国要求咱改。啊，你遐看吼，即红的代表什么嘛？日本啊，会跳哦。啊，过来迄个蓝条天是什么嘛？六个洲啦，啊，就台湾。啊，中迄个青青，迄个星星，迄什么嘛？美军呐。讲，拄我开始创这支旗仔出来，万都甲我骂袂下。我屌啊，强要就用迄个星星啊！了笑啊！讲强要用迄个星星，讲哦，我可能起平派，因为我去中国走转来吼，所以我可能起平的间谍。啊，过来，边仔这支啊，这是较早1945年的时阵，拄我开始啊，美军入来台湾占领。设立台湾的美国的军事政府，一支啦。所以这支呢，在这个美国的迄个海军陆战队的博物馆内底有一支。所以讲起来呢，迄支美国军事政府旗，迄只名台湾旗啊，第三支、第四支一支啊，这支，我阁甲各位讲一个好消息，你无可能唔知。青天岗基地，我若甲你讲美军已经入来，你要相信吗？你要相信吗？你相信你惊笑话吗？啊，你若不相信，你惊笑话吗？我无啊，其他人拢歪食，你看，台湾人拢即款，我都肯定的，我都歹食，我都无唔对就对啦。我甲你讲，听清楚啊，咱这边受训是11-13，十五，美国。邀请咱民政府派人去青天岗办。青天岗有啥物物件？比赛。青天岗有啥物物件？啊，我讲伫，我讲吼，为着讲买这个拜访这个吼，双方交涉足久的呢。因为拄仔开始的时阵，咱蔡其元啊，咱的国务卿啊。去青花岗抽几啊工呢？啊嘛找无呢，啊都无看到美军啊，啊嘛无看到飞机，遐尼啊看无飞机啊，但是头脑足好。我看哦，明仔载有伊可以，即个再甲你讲。我先讲我讲的这个部分，十五，本来是 AIG 甲青花岗的司令两个人，要来接待讲咱派员两个，咱话要派两个人。一个就是咱的发言人，就是蝶衣啦，吼、哦，咱的帮咱们迄个蝶衣发言的。第二个就是咱的摄影师啦，
两个人要去。哇、哦，我这么足侪人讲哦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去？当然不可以嘛。啊，我外去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因为照道理这个消息未当先传播，但是因为各位，咱来去想问，所有的代志，以上跟你讲的，我都会明白。不过我先我跟你讲的，我伫外口我嘛歹讲。等下十五吸转来以后，稍甲整理。我相信咱台湾所有的拢会听见。夏威夷有一个中队的 F-22， 一个中队十八架，美国发表。但是伫顶个月 ，F-22 甲宣布移防，Okinawa， 火天天基地，移防几架？十五架，安尼欠三架，三架在对，侵权家。啊，所以，伊个速度足紧的呢。F-22 的速度紧，还佫隐形。所以真侪人，最近你啊看，台东有真侪人讲看到妖狐，看到鬼的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听清楚哦，迄真正看到鬼同款的。每一天的暗时，迄F-22若要入来清泉港啊。为台江那边射，为玻璃降落，拢伫暗时三点到四点左右。哎、欸，你哪会知？啊，你咪感觉奇怪，安奈？美国的这些单位拢甲你软着一两点讲尔，啊，拢无要甲阮讲。你哪会怀疑无？对无？会是正常的啦，因为。我就是惊这点，所以我才甲讲，我讲下等下，你袂当拢逐摆拢甲我讲，啊我去宣布，啊我互笑笑，袂使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因即摆吼有增加，一个就是陈老师，啊，搁一个就是咱伫美国的代表蔡明华，哦，甲伊联络，安尼唔够合理啊，啊无干干我一个人讲。我咧讲讲，哎、欸，你去讲放假，啊，若有三个人知影，啊，我讲的就不是放假。啊，但是啊，真奇怪吼、哦，咱是台湾这个社会，拄啊开始独派也好，统派也好，骂我咪骂较臭头的，即马开始拢歪骂咧，你冇惊着啊？我所讲的，一行一行的实现，啊，若讲一行一行的实现。你甲想看卖啊？现在即马伫做啥？美国政府甲咱讲，自从判决以后，高等法的最高法院驳回，就是讲这个驳所谓的 deny， 有人讲啊，你已经输掉了啦。其实我无输，我哪话输？伊驳回就是讲，将这个案子变作高等法院以高等法院的判决做主。啊，高等法院是判什么物件？三项物件。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身份的政府；第三，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连接内底。而且，佫附加哦，要求奥巴马爱替台湾人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伊哩甲咱解决了无？有啊无？有啦，安怎解决？大兴四个单位拢一直甲联络，甲咱要求五年的七月初时，你会去华盛顿 DC， 我甲你指定一个办公室，请你来设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设在遐。他别讲哦，我若他个莫会烧呢，迄、那个民政府的办公室设到今日哦，还佫伫咧呢，一设伫遐。爱付租金嘛免，啊！美国的租金足俗的，对不对？足贵对啦，你敢知影？足贵的，啊！恁有替我趁着钱啊无？无吧？无嘞，我看拢无嘞。啊！那我都维持。啊？那我都维持。这我未采访。除了讲设办公室以外，啊，是种奇怪哦。啊！那你叫咱去设民政府的办公室，落尾我才发现嘞。啊，
美国甲英国去拍伊拉克有无？海山叫掠去，美国伫遐承认，美国军军事政府以后马上转过头，叫伊美国伫华盛顿地区设一个伊拉克平民政府啊。他讲你也刷转来，你也刷转来，伊就爱刷转去伊拉克，伊拉克平民政府，伊拉克民政府。但是哦，伊拉克迄当阵成立几个民政府，你知无？二十几个。啊，那美国那会转成立迄，伊伫美国甲刷转去，因为迄个民政府是美国要求伊拉克的人去遐设。啊，美国即摆要求咱去设。这个法律建国会去遐设，台湾民政府目的伫倒？目的伫倒？对，不是讲我承认啦，伊即摆还阁未承认吗？伫倒？要甲你刷转来？啊，即摆刷转来，美国甲我问一句话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若马英九，我今日甲抓再走，啊，恁准备好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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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待会好了。他比较比较难看，比较难看。四百年来，恁台湾人当时建立过恁家己的政权，你敢讲有无？咱前主席国有政府，迄什么政府？中华民国政府啊！啊，流亡政府，你敢若知影一半尔呢？蔡英文讲。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后壁迄句话无讲嘞，后壁迄句话啥物事啦？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所以是安怎讲？你直直选举，就是互你选总统了，台湾嘛死。啊，所以一寡推阿面一直要做总统，你有无？真正是说，安奈嘛真推呢。你把你个当票给伊呢，还记得个当，还记得掉。台湾人爱做总统才好，咱嘛足推个。但是你讲，我相信你啦。这礼拜，这三天上课以后，你就袂去，你就袂遐尼啊讲对选总统遐尼啊热热衷啦。你愈热衷，台湾愈死。啊，你讲奇怪呢？啊，人伊做台湾人，啊，就折磨台湾人，啊，拢要有国民党调伊嘛。国民党是什么人？中国国民党。民进党是什么人？中华民国。啊，你讲你有什么证？党章第一条啦，伊党章第一条，伊讲吼，咱叫做中华民国，咱的国名啦，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啦，是啊，萧到春。咱就是这五六十年以来，一直予这个人骗，骗到今日。所以你看，当选举，我讲一个例，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立陶宛，苏联占领啊，伊若要予伊民主啊，恁来选立陶宛总统，伊有选无？人伊有法度团结，啊全。爱做官，超30%尔，去登记、去投票、去当选，30%。伊出来讲 ，no， 迄是我台湾，我即立陶宛的人的意愿，全世界全拢无甲承认啦。啊，落尾因的家己的民政府家己去选举，以后才甲承认。咱今日需要做这条，但是你若要做这条吼，障碍足大。因为咱即摆训练，每一摆训练差不多80个人，啊，我甲看看，咱的民政府的内阁、参议院，即摆过来是86个州的小内阁，各州的参议院，州的参议院拢总爱319个州的参议员，讲恁有以后恁会再才会当判身份证。我讲，啊，你敢若发身份证？我迄当选市议员时，我嘛有发身份证嘞，我嘛有发护照嘞，啊，都无效嘞，用奈无效。用你发迄个护照的时阵哦，恁嘛是有人
来美国，啊，也有人去日本啊，有名就对了。去关岛的，迄个人什么人？就是农民党的刘主席，就咱嘉义的啦。啊，去日本的什么人？嘛是咱嘉义的，叫林德明。林德明，伊头先怎么就掉嘛？哦，两个人足勇敢的呢，啊，表示我伊完全相信我。好像迄个无敢问落去啊呢，我开讲迄是足危险的。那阵真正我无读册读甲足清楚的吼，伊叫你爱乖呢，我连乖甲即摆未倒转来。结果两个去啊呐，尤其是林德明，日本的海关哦，看着甲惊咧，因为看着咱李奇奇啊，十几个过来甲看吼，啊要刑伊哦，规规矩矩刑伊，我歹势，我连国会啊未承认啊。啊，你有其他要搁有其他证件，我完了，互你知咪啦。爱提醒你，我知。所以美国国会，我下摆搁甲我骗，但是即摆毋是同款哦。咱即摆是照定数来哦，咱财政是通过参议院，啊，即摆爱通过恁州的参议院甲小内，通过了恁的州开始申请。身份证，然后先做吼。美国政府已经正式跟我讲啊，摕咱的身份证的人，咱的身份证内底有迄个隐藏式的迄个 IC 哦，迄个隐藏式的 IC 你若去问 AID， 唔免含你 interview， 就予你签证，你初期啦，慢慢伊就会变作讲摕迄张身份证。就直接会当去美国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安尼好啊！你这拍十个泡泡，还都无够，好无？迄是安尼，遮人安尼介绍，安尼遮人安拼到要死诶！你人看阮拢安尼，特别是敢若即真亲切诶。啊，你看阮伫外口嘛拼甲，特别讲你一天到有甲你诶朋友讲两个，互因知影。啊，够有影？一天两个哦。你即摆唔就几摆呀？都过去，啊，都过去。对，你听吼，哎，你妈安尼做诶。啊，今日恁来去受训，咱遮诶人，我有甲咱诶州长拢讲，头一期来受训诶，拢总变作国策委员，变作国务委员，照你念，无人讲八十年都未使。我甲你讲，民政府绝对无来伊度。啊，你有人讲吼？这个人讲，独派遐人哪讲？啊，恁这人拢无知名度啦！我讲真简单，我民政府来接权以后，我逐天拢咧报道一几个，我甲你讲吼，因遐知名度拢比你较高。啊，你万免烦恼讲吼，因遐中国人较好做官，咱拢同款啦，免烦恼啦。但是你袂当贪污哦。贪污爱欠债，我是坚持死，不废除迄个，不废除死刑哦。贪污绝对欠债，但是我冇一个想法嘞，我两个想法嘞。第一个，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政府配合你出，我讲几下摆，这拢你录影嘞。啊，过来，咱民政府要接政款，向啥物人接政款？USMG 啦，美国军事政府接电话，含中华民国啦，无关系啦，肯定啦。所以中华民国会甲你聊哦，绝对袂啊，甲伊都无关系啊。去年我替阿扁啊，抗国美国，你会记无？我叫靠伊个高检法院叫去呢。高检署啊，你知影高检署我去的时候，我甲伊讲啥？我今日你无定会当甲传我来，但是你唔知我明仔我传你啦。我请问你，恁昨天将传我去，我今日是十二月二七啦。啊，十二月二六的时阵吼，伊高检署迄个检察处吼去参加国际的检察官协会。我讲恁参加迄个国际的检察官协会用什么名？我你讲看卖，我请你是台北。我把你讲，咱请你是台北什么意思？用你讲话嘛。因为
因为伊对头到尾拢是你讲吼，你讲啊，一本迄六法全都是你编，伊拢猜讲，咱要对是该要甲我办。我们 Chinese Taipei 啊，你真正演义叫做 Chinese， 伊是在六法 government in Taipei。你正讲的英文名是安尼。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啊，英文的简写就是 Chinese Taipei， 头前是国名，后边是城市啦、城市。一旦讲 Chinese Taiwan， no， 流亡一定是一个城市，刚才当批的城市俩咧。那流，刚才那个西藏达赖喇嘛，那個、西藏流亡政府赶快。当年法国离英国去流亡，叫做啥 ？French London。Korea， 韩国流亡伫上海 ，Korea， 上海。讲到别个国家，别个拢知。啊，敢若讲到台湾，中华民国台湾唔知。今日问题是中华民国这四字含台湾啊，拆未开啊。这咱的问题。咱的严重严重。所以，美国政府嘛，甲我讲吼，伊安怎讲的？伊讲。你唔免去管台湾人民安怎想啊！恁台湾人吼是阮所看全世界上盖光的人，你有影呢？你想看卖？电视上世界常常啥物人来轰炸咱台湾？美国。哦，你还阁知影美国呢？迄天我甲十二个遐个博士生啊，要想七八个比遐个囡仔甲我讲啥呢？啥物人来轰炸台湾？哦，偌大声呢？日本，日本。我讲啊，当时这个土地是谁的？日本的，啊，哪有可能日本来轰炸台湾？你看，迄中华民族教育看偌清楚着无？啊好，美国来轰炸台湾，所以迄个时阵，咱台湾人的敌人是不是美国？是不是？是呀。啊，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国，啊，所以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中华民国是台湾的。敌人啊！啊，今日提台湾，提这个台湾的敌人，较袂谈较紧。我是中华的，遮尔简单，拢全世界的民族拢知影，但恁台湾人唔知影。我意思就，台湾人爱做官，国别去哦，来，你来做一下什么嘛？国民党的什么长，含因的。祖先去予糟蹋，去予二二八，伊都无要紧啊。这是中国人，伊迷惑台湾人的方法。所以你今日为止，要不你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我讲难调吼，会愈惨，真正调会愈惨。但是好简单，袂调，免难过。美国已经甲我讲，差不多会输100万票，100万票，上少哦。人伊分析真清楚，你听我讲，看有影无影。这边的某个选举，民进党是摕377万票，国民党337万多，伊赢4万。杨秋生啊，是。415000票，但是杨秋生的票拢是拿军七八成转互伊，所以415000票的七八成，只要30万票，剩的10万票就是啥？就是亲党和亲民党这两个党，因来当选七个内底加起来的票差不多是10万，所以民进党票无。啊，其他的县市，桃园啊，这个做新竹啦，吼、哦，南投啦，云林啦，嘉义啦，这个加的，屏东啦，这个加的，民进党输。所以伫这个时阵，你若去选，是予伊的流亡政府变作合法，卖去选。来讲误会，为他来，咱较紧的爱去看这个护照，那个新闻真大声。
咱要发这个身份证，就照这个公民权利法案。公民权利法案，咱咧做的时阵，上美国政府上三摆，头前两摆拢叫退落来。头一摆的时阵呢，美国看看，真紧哦，24小时就无就退落来。那，哎 ，Roger， 没关系，你名叫 Roger，Roger， 你看看你们那个公民权利法案。啊！哪叫你念法案呢、啊？你念中国人可以当就地合法变成你台湾人，安尼唔对。啊！哪安尼？我问你咧，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会当就地合法变成你台湾政府吗？未使。再看见咧，好，阮十几个开改，佫开会佫改。了后，我佫答应伊，美国政府看法，佫答应啦。哪只？你们这个公民权利法案有一个毛病，你是什么人？我讲你有通敌啊，要闹，你们叫做被占领方，叫啥名？那中国人叫啥？叫名叫？你别讲讲被占领方来去通敌占领者，安尼唔对，无理呢。但是这个问题来哦，美国的军事政府若入来台湾。迄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，伊就变成没有流亡啦，无流亡啊！伊变做什么物？伊什么物件？战难民，台湾难民。啊，咱台湾就无难民法，因为占领区没有难民法，也没有规划，所以你看看麦啊，不是我描写的。他的法规来的没有规划这两个字，没有难民这两个字，所以这份呢经典。各位，咱家甲阿官拍好啊！你嘛无在看一下，阿官吃菜。所以吼、哦，我刚刚请这个食材的吼，就替咱吃。所以台湾的未来吼、哦，一定是很光明的。啊，刚才要讲的面，我面前吼就是，咱的蔡基元，就是咱的共同总理蔡基元。咱的台北市的首长陈清龙，咱的中央市的首长林义宪。副会长何家雄，咱的苗区的首长潘良华，咱的台中区的首长吼，因迄团哦二十几个人吼，明仔载去六点半来报，伊笑继续讲，咱拜五的暗时无上课，伊明日咧已经改了，啊，所以吼，因迄当阵下昼因明仔载才来，啊，所以明仔载要过上三十个，又搁加入来，加入咱内底。这个，咱即马要申请这个身份证吼，迄、那个这个身份证吼，就是咱几位政府组织完成，表面上爱几位政府哦通过这个法案，当然中央已经通过啊。啊你，咱即马就烦恼呢，那害啦！我即马州的这个参议员吼，有诶州拢总319个，我都干啦，我这个州就占70-80个，啊，我要哪招到70-80个？你看看，一半就好啊，一半搁加一个就好啊，先互通过啊，咱就发到通过。所以咱这个第三天出的是4月1日、1日、1日、1日这上面记的，第四天出的4月2日、2日、2日、3日，都是拜五、拜六、礼拜。咱若这个甲通过，各位，我嘛感觉真奇怪。我安尼培训班三天。啊，思想拢变袂到边啊，各位到边啊？到位位啊位啊？你遮尔啊无自信啊？位啊位啊？位啊嘛讲位啊，你嘛拜拜。这无你爱去看网络的文章啊，我嘛写到要死呢。我感觉我偌认真，你绝对想象不到的。你去甲看卖啊，看内底有偌济法规哦。
我正想着有一个人吼，头拄仔恁杜坤即摆吼，精神好起来，迄个美国人何瑞言，我无甲介绍伊，对啦，何瑞言。明仔载吼，我有七点点度。何瑞言吼，真拍拼咱一个人吼，啊，我往落去讲过，讲咱要甲美国政府吼建议讲，要派迄个总统的时阵吼。何瑞言应该来做咱台湾总统，因为伊会晓咱的话嘛吼。啊，这话伊嘛，伊讲话伊足听话啦。我不会听太太的话，我就会听你们民政府的话。哎好吼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呀！啊，所以吼，哦，小弟，啊，小弟，因为咱分足侪代志，你要有时间的，啊，要有时间。因为吼，我有真侪代志吼，爱含咱国民党个人知影。因为你做一个生员，你一定是讲啊，是安怎你也来想啊。各位，搁过去就是美国政府咱要甲伊谈判，啊，要谈判个时阵啊，你袂当讲你坐来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可以。谢长廷被选的时阵，选总统的时阵，前两个月，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来跟我讲，我阿你有支持阮这个台湾人谢长廷，有喏？哎，为什么？我想啊，我们对他不信任。我为什么不信任？因为当时谢长廷和美国政府刚邀下去的时阵，有一天。伊单独一个人去美国个国务甲国会所组织个一个审论团，就拢叫伊去问个啦，八九个人，其中美国个国防部部长个，伊唔知。这个代志，谢长廷去选的时阵，我有去甲伊讲，我甲讲，你美国为什么说对你不信任？伊讲为什么？我讲，你是不是有含八九个美国人在关伫房间内底，人甲你问话？有。你是毋是甲伊讲，台湾是一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台湾人民要独立，有无？你错了。美国甲你讲几啊摆，台湾无独立的问题。什么叫做独立？什么叫独立？是本地，就是讲两个物件合作伙，协会，啊唔叫做。你台湾有其他人合作伙，有甲中国合作伙吗？没有。甲日本合作伙吗？没有。甲美国合作伙吗？没有。所以台湾才有独立的问题。台湾的真正的问题是倒？嘛唔是。伫外口我是讲建国，但是咱这个受训的时阵，我爱甲你讲实话，自治、自治啊。1955年，联合国通过六点内底其中的第五点，就是要让你台湾自治，自治，家己管家己啦。我唔敢写心经嘞，我的文章吼，拢是一步一步嘞。但是对台湾人来讲，一般的台湾人，我爱甲讲建国，啊无伊听无，啊无我会去用牵条头啦。台湾的地位是。美国的军事占领中，还阁是上日本的土地，所以伫这个时分，这个主权还阁立伫，暂时立伫美国占领者的手头啊。主权的义务，日本的立伫日本的手头啊。啊，因为伊嘛足惊你家己建立美国，咱若家己建国吼，免两工去向中国施手的。咱也自知，所以我常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咱台湾。台湾会当讲有三个男朋友啊，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是日本，一个是中国。啊，中国是甲咱较近啊。咱虽然是伊的女朋友，但是咱袂当嫁予伊呢。嫁予伊咧较济吼，咱是土伊呢。咱冷距离啊，其实若有三个男朋友吼。三分底分的，咱来学什么啦？
和夏威夷。夏威夷的收入，啥物话是第一名？你若讲观光哦，表示讲你目睭所看是观光，其实不对。遐军事基地啊，租美国，美国人甲你租军事基地，嘛爱付钱呢。所以后摆咱台湾这个土地军事基地啊，那租予美国、租日本，甚至租苏联，他只要租中国，花钱吧？你哪会搁做工过？这是咱后摆真大的收入啊！真清楚的物件啦。所以你莫讲吼，要挖啥物人啦，爱学较巧的，那较巧的查某囡仔。同时爱三个十个不要紧，拢卖结婚，永远都礼物好他提。所以台湾照台湾的地位爱自治，所以咱的民政府台底啥呐？自治、建国、救台湾。你若无讲建国，我甲各位讲哦，你去外口讲，爱讲建国啊。你若无讲建国吼，你讲自治，因听无，因阿无想过问啊，因听无啦。哎，对，伊甲咱骂过唔对，所以你连爱讲建国，因为啊，太独派吼，已经将咱台湾人教了忘去啊。敢若未输过建国的土地迄款型，其实爱先自治。啊，若自治以后，等到我有一个头先有讲。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拢互恁一间厝喎。啊，佫伫个政策是啥？我要去东欧，要去用十八岁左右的金塔红的查甫查某囡仔，叫伊移民来台湾，互伊厝住。啊，若嫁予咱的人有奖金，啊，囝若生袂，佫有奖金。查甫也袂错啊，你也袂得佫错啊，你若歹错。儿子可以结婚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哦，请老师你讲哦，我用英语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那遐水查某、水查甫一卖，遐因查查甫一卖吼，大家都拢去学英语啊啦。啊，那囡仔生来吼，迄个面型啊，拢甲中国人无像的时阵哦，后摆中国面蛋跟你讲哦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无同款啊。讲话话也无同款，面型也无同款，你看来好唔好？好。各位，我伫帮助你安尼讲哦，但拢拍波拍啦。啊，我来想看无，啊，是恁遮拢买着搁错啊，啊买着搁皮啊，啊，甲咱拍波安尼欢喜啊，后壁顺口啦，安尼有味啦，吓啦。啊，后摆加来钱，过来第三个重点就是，我平常甲你算计的，不是啊？民政府的内底规则，第三点就是要讲农渔业，一定要政府来保护啦。你看日本人做一支，因为伊纬度真高嘛吼，农民做一支，做一季尔。台湾人做三季，无饭好食。日本人做一季，你甲看伊的农舍，一间比一间较漂亮。什么原因？稻啊，稻米要入去日本啊，税金500块，500倍，都五倍啊。啊，而且伊迄米，政府甲你买，你免家己买，我甲你买。渔民嘛同款啊，所以才会变做迄个精致的农业，才会当我甲你讲吼，后摆吼。搁较嘛，人一定爱食米啦。你无法度食电脑啦，恁电脑做足多个啦，会当食吗？卖健身啦，健身你去食我看卖。农业真正是咱台湾会当救命个。你毋通想讲你即摆你袂食饭吼，真简单啦。有一天你会感觉很困难。爱有眼光啦，恁就叫伊有眼光啦。你讲工厂爱做，你讲电脑爱做，哎呀！但是你怎啊做咧？家己拼咧较济，你敢真正家己去做？你
你敢知 IBM 迄、那个 Apple， 迄真正是拢是美国去赚，你拢做台工尔。郭台铭是台工尔啦，啊，伊是利用伊去中国设厂，人工俗。但是即摆愈来愈来，哦，用个民族安尼。所以，到有一天，这个台面的政府会真正将咱台湾带去死。啊，咱台湾人国富国贵个哩，这中下阶级的也无饭好食。我等你两分钟嘛。敢那伊会知尔，啊，我真宝贵呢。你看我今个过三节就到到八点。啊，伊是吼，咱台底吼，伊第一名，伊年纪上介大，啊，伊足有志气个。伊讲吼，遐中国人，民政府人接管以后吼，拢交予伊去干，大事。但是吼，我嘛爱讲一句，咱毋是讲要报复，但是转型正义，遐加害人吼，加害咱的人吼，一定爱出名。在中国人吼，你免啊处理。我讲你，我若问这句，二二八你分甲太太咧。啊，有的人家族内底有的有嫁哦，中国人嘛是娶中国人的，啊免啊处理。你拢是，原则上，咱既然咱要取得政权，咱免革命。那无你要求，大家人留的，当然留的。啊，咱自然用法律会当解决政权。所以我要甲咱国民讲吼，在座所有这人，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、第四期这人，差不多有失败。就是咱后摆要接政权，就是基本上是失败。啊，你问我要哪接？我啊，过来叫，签表，都爱签啦。这吼，到时间吼，分到大家人名甲签落吼，啊，要寄去迄个也做国会啦。就是听证会，但是问题是伫倒呢？当时要办这个听证会，唔知影。伊本来迄个听证会是要替埃及办的，啊，后尾埃及叫变去啊，你等下。那是埃及的人吼，本来要先替埃及办这个签证会，啊，结果变成台湾，啊，台湾可能就不是这尼啊糟蹋。我过来讲，大家会烦恼的另外一个代志就是军事顶端，到底台湾的军事啊，我都挡，中国给你拍。这边在去年的七月份，在迄个六方会谈的时候，六方会谈你来啊。在座各位知影六方会谈，六方就是大家国家做起来讲北韩的代志，就北韩、中国、苏联、南韩、日本、甲美国，六方会谈，去年七月举行的时阵啦，美国的代表听清楚哦，美国的代表甲日本人讲，伊讲哦，既然这尼啊乱哦，干脆。我将台湾献给恁啦！日本人听着惊一跳嘞，嘿，啊，我唔是放弃啊吗？各位，那咱所读的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册，日本人放弃台湾无问题。但是你若去读英文的原文，日本无放弃，
刚才是陈良志顶礼拜讲的啊，日本到今日为止无放弃台湾主权，伊是干呐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。吉田茂伫1972年出一本册叫做《War in Japan》，136页内底讲啊足清楚。日本干呐放弃台湾主权权利，要有主权义务啊。啊，所以日本人听着咧惊一跳。所以日本即摆倒去外务省吼，开始有去甲咱联络。本来今日日本的外务省有派四个人要来做一上，当然日本人无法度做一上，可能伫楼骹上。啊，但是有两个人因为迄个护照吼过期啊无换，所以即摆要延两礼拜，可能到后批次啊。第四个日本人会来和咱做一个上。伊要学啥？学战争。伊要美国含这个中国去讲的时阵，你有法会来甲中国讲一句话？伊讲恁若想讲恁中国是武力上界强的，啊我美国是原来上界强的呢？啊，中国人甲问讲，啊，不是你也不是我，那是谁？你知道美国安怎讲？日本，哎、欸，日本。你知日本航空母舰，伊做六只，一只是2.8吨，2.8万吨，啊，2.8万吨哦，所以伊迄个跑道啊较短，所以伊甲美国买 F-35，F-35 是会当直飞，哎，升降的，唔免用安尼降落，啊，若中国降落。伊个航空母舰，美国甲我讲个吼，伊个航空母舰，第一，伊迄个狗仔伊我都做，哇，飞机哦，尤其是迄个舰，啥物舰七、舰八迄种个吼，米格迄个舰，舰27啊，迄个你降落个时阵哦，伊屁股迄个狗仔，你毋通讲想讲安尼落去就好呢？嘿，后壁安尼甲勾住吼，你个飞机咧会往倒停咧？歹势，中国做袂出来。所以伊个飞机降落吼，来危害着你。已经时间足济啊，我都想要偷着基准啊。你像日本时代吼，你像日本人，伊电视世界内底有几只航空母舰，知无？29只，航空母舰29艘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甲今日为止也真正拢做袂出来，啊！我一日一节目伫咧甲笑，笑到伊也挡袂住。伊即摆去甲迄个乌克兰吼买一只旧个啦，讲要观光用个吼，2000万美金啦，哦，够少。咱在座无了，凊彩听听，咱嘛有2000万美金，咱嘛有一只航空母舰，但是只航空母舰变奇怪套奇啦。迄航空母舰吼，啊，佫一个伊个电器啊。你知影伊航空母舰的电器吼，差不多一个上海市的电器遐尔济，伊无法度处理。啊，过来，航空母舰离开港口以后，会当伫外口坐一冬啊。但是，啊，等于保养要半冬啊。所以，若无三只航空母舰吼，等于无航空母舰。啊，若讲印度一只。迄拢是做新生的啦，你甲你喊，我有航空母舰，一只无啊。所以即摆是英国、法国伊无爱啊，太重嘞。啊，美国即摆是12只，啊，即摆要你做2只上界新的、新型的。啊，中国一直要想要做，即摆中国讲伊要开40亿，我甲你讲，伊无法度啦，真正伊无法度啦。我去讲美国的嘛。我建议伊美国个后摆变做海上旅馆，袂歹。啊，过来，迄、那个歼20隐形飞机有无？你知伊迄个隐形飞机有隐形无？有隐形。但是伊个飞机哦，比人真正 F-22 哈，低时空切，是安怎？伊个引擎啊，足大个，苏联个。啊，所以美国甲我讲哦。笑甲，你讲伊个歼看，你知伊即摆有几只？
两只。你唔捌看到，报纸拢无甲你讲，啊，我甲你讲两只。啊，这两只飞去，啊，美国在咧穿，有啦。机身的部分拢隐形啊，迄、那个引擎啊，迄、那个点哦、喔，伫雷达看一个红点，也拄好作为目标了。所以讲中国吼、喔、有够趣味的，啊，伊内部吼、喔。伊外口会当甲美国偷，但是内部我都偷啊，嘛无效。不然，咱台湾的这个水文啊，这个海湖的水文，只要像潜水艇按照，爱有迄个水。你知影东海岸哦，迄、那个土地搭一群足大块，其实迄个所在是真好的潜水艇啊，会一只基地，你们拢唔知影。啊，台湾海峡有几个所在？照道理讲，美国甲中华民国要求讲爱放水雷啊，中华民国无肯，美国是气甲要害。所以我甲你保证一点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若要打台湾哦，绝对无可能。过五十年还阁无法度，双方武力的差距超过五十担。所以，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部长讲，要抵挡中国来打台湾啊！台湾会当挡两礼拜，我跟你讲，拢免挡啊！中国的石油啊，战备储油啊，十天分尔呢，十天啊！你若挡十天，伊就倒啊，伊就飞机拢拆。所以免烦恼啦，啊，过来，伊遐个飞弹呐、啊，讲千外粒有无？这个千外粒已经讲老久啊。李登辉时阵讲到即嘛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迄、那个药啊拢免换吗？遐贵多，遐药啊换嘞，啊，若换一届开偌济钱，敢知？我甲你讲啦，我换迄一半以上吼，已经拢撕下，变成通天炮。所以中国的武力，其实和台湾差足多。啊，伊的外汇存底，即马讲第二名，有无？哦，已经除了着美国以外，啥物人以外，有无第二名有无？啊，到尾变做第一名有无？好无？你惊无？惊噶？但是伊的人民所得第九十二名，这代表啥物意思？代表啥物意思？伊国家有钱嘛？老百姓拢无钱，这种所在会当建军吗？你建哪方面？所以咱根本对中国唔免烦恼，啊嘛唔免害怕，自然中国一定会失败。不然，你拢无去注意啦，这政治吼，哦，大家拢足有兴趣的，啊，但迄个美国拢看。胡锦涛这边去访问迄个奥巴马有无？连续以来头一摆，胡锦涛去讲啥？伊没有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好不？伊讲啥？台湾是中国的 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。哎、欸，这个一部分呢变成核心利益呀？想啊，伊要开始落台边讲啊。因为1993年南京军区的司令传八十几个专家，武汉大学去研究战争法，我来讲，伊研究结果一定跟我同款啦。全世界无两种的政策，无一种尔啦。所以伊的结论，伊出一本册，我甲看。哦，来你跟我讲，咱一模一样啊，啥物正面袂使移转，主管教育一样啊。就是刚刚台湾的部分伊无讲，台湾就是正面啊。啊，你中华民国的正面袂当移转主管，啊，台湾人免做兵，免交税金呢。这边这个路易特。你把你争取的30万、几十万有啊？够讲的。你们争取3年拢爱互你。我本地就免做兵的啊。所以我也告伊讲，在咱的迄本的内底有写，伊是对一国的人。4月28日，南北去日本交流会宴会。再是高两块，
骗到十一点，了后要用行路的去 AIT 骗花，到两点。所以这个物件，四月二八，全体拢来参加，你敢拜神？哎、欸，无薪水哦，无行路费哦，好唔好？好。四月二八，去甲伊献花以后，后壁迄个月开始甲做。做啥物物件？做日本政府确认本土台湾人的日本国籍。我娘的啦，你们哪只？啊，用啥物理由甲做？因为美国的高电话已经发觉台湾人无国籍，啊，咱以前啥物国籍？日本啊，日本、啊、人权公约十五条之一，甲第二，甲咱看嘛，什么人都未当侵占中国国籍取消啊。但是我甲你讲吼，咱要征求228人，但是真歹势吼，一个人爱出2万块代表，啊，你的名拢列伫内底，用228告美国电子部政府。日本政府你若过咧，我甲你讲，因为咱已经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 touch， 一直要甲解决。所以我到今日为止，日本一直咧要求我去演讲，要求我去美国，我讲我无护照，因为我毋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所以我无护照。啊，慢慢嘛有人讲，讲美国甲拒绝签证，啥咧我袂讲，美国是爱我去，爱到要死，叫我去甲伊上课呢。哎、欸，算个算官真高个吼，战争官恁发明个，啊，即马都变到变来咱台湾人去甲教战争官嘞。所以，你要，互你讲煞，㖏，啊，好啦，啊无紧个，因为等下吼，要食迄个稀饭，大家应听听枵嘛，对不对？枵未？枵。枵未？枵啊啦！哎、欸，拜托，咱顶期个吼，三公加三公斤个。你敢破一个记录？啊，皆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我下面要讲的话哦，莫加误解哦，一定不计较。千古大辣椒，莫讲莫解，我无这习惯。但是我照安尼清清白白安尼我来讲，就是伫报纸我有看到吼，日本的新疆啦，一些人口，啊，甲明治新疆有两位了了。这个明治新疆就是在拜啥？122代明治天皇的灵位在拜，啊，真奇怪哦！一年吼8000万人去在拜啦，一年8000万人去在拜，日本的人口是1亿2000万哦。啊，这8000万人去咧拜，本来也有外国人啦。啊，外国人是安怎奈才要去日本拜迄明治神宫？哦，这嘛是在这明治天皇哦，日本大海战的时阵哦，甲罗斯啊、苏联啊、哦、俄罗斯啊，这里啊，完全几乎砍代啊，完全几乎砍代。哎、欸，反正你看待平时嘛，电视高头还阁较厉害，你知哦？啊，这样的关系啊，啊，阁明治28年，甲中国哦，这嘛是这样啊，这是叫叫这个台湾甲平湖，啊，3、7、8年甲俄罗斯还阁相争，阁这样啊，所以历史以来。所有的皇帝天皇的内底，122代天皇的上厉害，像
讲罗上多就是啦，所以有一个明治神宫，八千万人在那个拜啦。我看到我这个数目非常的大，我叫讲以色列啥？这以色列就是第二日。再者，我来甲台湾民政府上班的，我的老大哥啦，你家叫我管，我老大哥啊，我今日也甲。林志士先生的胡瑞元先生是在哦，就是伊家家谈的啦，我那是我的老师啦哦。啊，我听到这个代志哩，哎呀，这无来个聘请哦，一百二十二代明治神宫的这个明治天皇的这個。令威哦，那请来阮家啊，日本兵个请来阮家呢，哦，这大公司哦，我著联络我的大公司员，我读七年，我日本同学，我伫东京，我拜托你哦，去渋谷，伊这所在是渋谷区啦，渋谷区，你甲我行一撮。啊，去明治神宫遐吼，你甲讲，哦，台湾吼，地某某吼，为着台湾民政府吼的代志吼，要请你来代，台湾的代表，啊，这去联络啊，恁拢联络吼无简单呢。我即阵要讲钱的代志，你莫讲我吃不饱，我开三万五啦，第三万五给我的同学。去明治神宫办事处哦，去甲联络，啊，才甲请过来。啊，请过来，迄时间是甲一小时了了。啊，这个一小时的中间呢，林志生秘书长、胡瑞元先生，啊，甲阮党诶铁上三个，啊，甲这个林文柔诶学生。今日我问林文柔学生啊，有来无？林文硕的学生，很多人在微信都加阿舅啊，有来无？还有我一个吼，是美国转来，拢做五个人去阮家啊，去我的厝里啊，吼、哦，五个人去我的厝里，啊，我到遐，迄、那个时间，明治一百二十二代的明治天皇的迄个电位甲请来。我做一家球哦，一家球哦。如果阮这台湾民政府咧做个工会哦，无去碰到边，无去探到地方，顺时哦，顺利哦，平安哦，碰到大天哦，我做一家球啊。这毋是讲我在你咧讲咧，我球甲吼下精神来跪哦，球甲目屎溢出来。迄差不多咧，干活差不多一礼拜，人真忝就是啊。我今仔在讲的话吼，唔是要颠簸，就是讲今仔我求了，即个工作做了，啊咱。